会不会对党很失望？还是党内有没有人跟你也做过沟通？第一个哈，就是说该说的话我说过了，言则已尽，所以我想很多的话就不用再重复。那从今天开始就是好好的走桃园，那也抱着祝福的心情哈，就说祝福国民党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面对现在的问题，当然也祝福张善政院长哈也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面对他接下来的很多的一些挑战。所以那我自己个人的话就是很简单，该说的话说了，那接下来就努力的行脚。因为你刚刚讲说祝福国民党，是不是有透露你要退党啊？哦，大家真的想象力很丰富哈，想象力很丰富。祝福就是祝福，那我祝福你，就是希望你好，就这么简单。